一般交警查车的时候，货车司机都是很害怕的心态，但最近网上的一段视频令不少网友直呼解气。视频中，一交警在查车的时候，刚爬上大货车就遇到货车启动加速，就这样一直被拖行着。受到惊吓，交警慌忙手抱后视镜，并不断拍打车窗玻璃，大哥我改了，不查了行吧，我都吓得尿裤子了。哥哥我改了，你听车祸人，那不闯了还不行吗？那推过大道路，现在那改了，可得停车不是？哎呀，我吓得尿裤子了，你快停吧，俺走了，俺不闯了不行。哥哥，我改了，你停车不是？那不闯了还不行吗？那推过大道路，现在那改了，可得停车不是？哎呀，我吓得尿裤子了，你快停吧，俺走了，俺不闯了不行。